就要走平衡木了。这是平衡木，就是这个啊，掉下去就掉到大海里，你走横的会比较好走。你这个是国际选手在走的走法。好，交换过去，交换，对，你们两个要换另外一边呐、啊，转圈圈啊，哦，太嚣张了，这个小孩。在那里摇屁股。二爷，下课了，二爷。下课了，二爷。下课了，二爷。耶、yeah, ，成功了！哦，要掉到大海里去啊！啊！哎呀，你落，害我一起落！对呀、啊。来一个。再一次，你用这样像哥哥一样这样横着走，就比较好走。不是，哇，你在划船哦！哎耶！你怎么坐在那里呀、啊？